警示宣誓人方仰林，中华民国108年3月22日。我们那个，我大部分都在北部地区服务了。我们卸任的林局长，中央警察大学第45期，内外勤务都非常历练完整。在107年1月的时候，调任本县警察局，跟县府各机关及各级民意代表互动良好，内外和谐。那过去林局长卓越的领导，以及我们全体警察同仁的努力下，可以说不论是治安环境，一直深受我们县民的一个赞许。我们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，中正第一分局副分局长，督察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，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，内政部警政署交通组组长，屏东县警察局局长，以及台北市警察局的主任秘书、副局长等职务。那方局长学养兼具，历练完整，品德操守，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清廉，极具领导统御的能力。希望方局长返乡就任后，能够发挥所长，继续推动彰化县政府的警政治安维护工作，并跟各有关单位加强协调配合，引导我们全体的同仁共同努力，不徇私舞弊，不受受贿赂，如违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警示宣誓人方仰林，中华民国108年3月22日。请复位，谢新任局长，请复位。